华为 Mate 10啊，帮同行救命啊，大半夜的送过来，就要帮他搞一下。修声音啊，把 CPU 吹爆了。本来还说今天下个早班呢，看来今天又得加班了。像华为的这种机器啊，它那个蜂胶都是那种透明的胶啊，封起来不大容易看得见，很多人都以为是不封胶的，然后吹吹吹就吹爆锡了。只有小米的手机啊，没有封胶的 CPU 跟那个智库相对来说多一点啊，但是现在的手机也基本上都开始封胶了。装上 CPU 的底层做一个归位，然后再放上上盖啊，把它对齐一下，封腔加热。OK，CPU 安装完毕，那么开机测试完美啊。